亚纳比国国务卿布林肯五月十四日时，伊是去乌克兰访问。伊表示，乌克兰需要武器，即马在武器等在努力。伊嘛讲，美国拍算把绿色爱的资产扣起来，啊，那这些钱是要提来给乌克兰做重建的基金。并无事先通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当地十四日暗时的火车按波兰来到基辅，送来美国国会顶个月通过610亿美金的大礼，将军代表两条的援助法案。内底有乌克兰上需要的防空系统、中远程导弹和炮弹。布林肯讲，乌克兰所需要即挂武器，当咧运送的半中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华盛顿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这是俄罗斯啊侵略乌克兰以来，布林肯第四届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We know the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at's why just 1 minute.After Congress approved our massive aid package, President Biden sent ammunition, armored vehicles, missiles, and air defenses to Ukraine. The work we're doing together moves Ukraine closer to membership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With each passing month, Russia 第十四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尼科夫再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0个人受伤。布林肯伫基辅强调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爱为摧毁乌克兰付出代价，讲美国有权利没收俄罗斯伫美国的资产。用这个资产来帮助乌克兰重建。布林肯伫十四现身基辅的一间地下酒吧，展现伊的才能。一段电吉他佮唱歌，表达美国支持的立场。强调讲，即届战争，世界唔但是退乌克兰的战，嘛是退自由世界的战争。另外，普林就职新的总统任期了后，选择中国时头一个出访的国家，16、17会分别拜访北京佮伫哈尔滨举行的第8届中俄博览会。应习近平主席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日至17日对华进行开启新任期后的首次国事访问。预计这届普京会凸显两国所宣扬的坚定的友好关系。对着美国因为俄罗斯战争所带来压力无力要义，专家嘛讲，普京会督促习近平进一步支持俄罗斯的战时经济，同时用更加优惠的价钱来买石油和天然气。另外一方面，以北京的立场来看。中国在和美国争夺地缘政治霸权的竞争里底，嘛真需要俄罗斯啊，甲伊徛伫个同一阵线。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